如果要在觀塘區揀一棟又高又有型的甲級寫字樓，它一定是排第一啊！講的就是位於觀塘道368號的波頓科創中心，它是出自於億經之手，向來都是大家的信心保證。大廈樓高33層，有成155米咁高，在觀塘的商貿區真是夠曬搶眼了。地庫三層是停車場，車位充足，完全沒有在觀塘區找不到車泊的這個煩惱啊！搭扶手电梯上到嚟大堂，一开列门真系好似六星级嘅酒店大堂咁靓啊！二楼呢一个咁舒服嘅平台花园，啱晒而家 work life balance 嘅大潮流啦。波顿科创中心嘅商铺单位位于地下同埋一楼，楼底有成4.95米，楼面负重去到5个嘅 kPa 咁多啊！这个超过5500尺的大面积铺位，还有一个504尺的特色平台，个铺位咁正，做乜生意好呢？如果你哋有啲咩提议，不如喺影片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啦。